你在跟我说嗨吗？嗨，九蛋 ，Hello， 我、晚安安。哎呀呀 ，Hello， 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宏伟是第一名，棒棒。好了啦，好，好了，下去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 嗨各位，哎，不要用我啊！我忘记拿一个东西，OK， 啊，宏伟，圣诞快乐，耶、yeah.。嗯 ，BB 今天好吗 ？BB 你好吗？BB 在摩擦摩擦。啊，嗨，卡丘，圣诞快乐！阿华，圣诞快乐！嗨 ，Ice， 谢谢卡丘的分享，圣诞快乐 ，Ice， 圣诞快乐，无糖青草茶，圣诞快乐，耶！大家圣诞快乐，谢谢 Ice 的圣诞帽。等一下，上面好像有，谢谢九蛋的雪人雪宝宝。嗨，彩杰，耶，伟林，圣诞快乐！品涵姐姐来了，九蛋圣诞快乐！那掐呢？念掐吗？完蛋了，我日文不好。哎呀呀，圣诞快乐！耶、yeah, ！基隆人品涵推圣诞快乐，耶、yeah, ！卡丘不会不会不会辛苦哦，谢谢阿华的雪人，嗯，我一直讲错，雪宝宝，品涵姐姐生日快乐，不是生日快乐兼圣诞快乐，哎呦，口误，头上怎么有恶魔角？嗯，恶魔角，哈哈。Jack 安、啊、呀，谢谢基隆人品涵推的雪宝宝哦，那讲嗨，那讲啊，开心手滑哥晚安安，小易圣诞快乐，喂，都只是偷看，谢谢 Jack 的圣诞袜。圣诞袜都是圣诞袜，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圣诞袜好多圣诞袜，耶！啊，看到，等一下哦，等等等，谢谢九蛋的圣诞袜，谢谢那奖的 TPE48 魔幻舞台，明天是渡边麻友的毕业公演，啊，去看。昨天忘记喊平涵生日快乐了，我试看看耶！谢谢阿华的圣诞袜，哎呀呀，耶，开心！谢谢宏伟的铃铛，飞去日本干嘛？啊？对，今天圣诞。有，我们学校今天有圣诞老人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。谢谢手滑哥的雪天使。哎呀，昨天回到家应该好玩。嗯，一点多，快，嗯，快两点嘛，一点多。嗯，Hello， 佳明。那不会辛苦啦。你有收到圣诞礼物吗？没有收到圣诞礼物，伤心。
好晚了，谢谢杨杰的雪花。圣诞老人都是老师办的，这次好像是替代一哥哥办的。Do you speak English? A little. 那讲不会不会，玩得很开心。期待看到成品。OK OK， 我也期待。真的好晚，耶！圣诞节可以跟大家一起过，真是太开心啦！替代一小孩辛苦，哈哈哈哈。替代一哥哥表示被发现，以前都是那个，都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高很高的老师，他196公分，超高的。然后以前都是他扮，但是他太瘦了，所以有点不像。之前是 T 圈圈，然后我们有那个。有一年是，就是我们的外籍老师，然后是他，因为他的身材就很像圣诞老人，所以他扮起来就很好玩。他就站在我们的那个学校，我看起来比小幼轩还小啊，真的吗？他真的很可爱。圣诞节要卡卡林，我卡了啊！怎么就卡了呢？林姐姐姐来了吗？啊，看到了，耶！回来了吗？哦耶！宝卡卡，耶！总算又进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啊，雨林日常，哈哈哈！雨林日常，咔咔咔！哎呦喂！嗨，林杰，雪人胖胖，温爷晚安。谢谢宏伟的圣诞袜，总统看起来比小幼轩还小，谢谢，谢谢拿奖的star， 等等，耶，傅伟晚安。谢谢傅伟的圣诞袜，耶！谢谢傅伟的应援票，谢谢神推雨林神推的圣诞袜，谢谢基隆人品韩推的圣诞袜，耶！今天好多圣诞袜，开心。我们来看看，哦，好多，可爱的雨林，谢谢佳明。昨天那个洞根本就是大人超有礼貌，真的吗？雨林在看什么？我想要播圣诞节的歌，等我。有人听过吗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哦。谢谢基隆人品韩推的 star， 继续上班啊 ，Jack 拜拜啊，草莓酱 ，Hello。哎呀 ，BB， 你不要偷！哇 ，Look you are beautiful，Thank you。
卡卡琳好像感冒药，感冒药的名字，哈哈哈。谢谢天佑哥哥的雪宝宝，也还在加班，辛苦了。BB 又来了，天佑哥哥圣诞快乐！哎呀，这个啦。耶！吃货雨林来喽！巧克力布朗尼啊，谢谢社长的雪宝宝，社长圣诞快乐，副委圣诞快乐，谢谢天母保罗沃克的雪宝宝。过了原野，渡过了小桥，跟着和平欢喜歌声天地发荡，嘿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你看它不比风霜面容多么慈祥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它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，嘿，布朗尼，布朗尼 ，Hello， 叮叮当。耶，圣诞快乐！好想吃吗？哦，对，我下次要挑战来做布朗尼。我的老师已经要想好要教我了呀，开心。生病了要吃卡卡林啊，草莓酱。嗯，但是这个布朗尼不是自己做的。耶。雨林今天有交换礼物吗？没有，没有人跟我交换礼物。看到食物肚子又饿了。Castle， 嗯，是这样念吗？布朗尼里面放布丁，这样感觉很好吃。交换了布朗尼，好像是。刚自己做黑暗点心，真的吗？想吃。安安，黑流星，等等，宏伟，不会不会，我们昨天玩得很开心哦。报名叫做布朗尼 ，OK。本来要做松饼变成面粉煎，好酷哦！手滑哥要跟我交换什么礼物？我英文不好，哎呀，雨林不能吃啊，我怕被追杀。手边现在只有鸭翅，可以吗？你要喂我吃吗，手滑哥？手滑哥跟我画布朗尼啊！小猪，耶！那声音有点吵，太大声了。超好吃的哦，草莓酱。很好吃哎，手滑哥你好配合哦，九蛋也想吃，天佑哥哥也说好吃好吃，耶！布朗尼配鸡翅吗？
啊不，配牙齿吗？好，我宏伟，待会见。草莓酱好吃还是布朗尼？都好吃。哎谢谢伟林的爱心，谢谢 N Joy 在哪里啊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谢谢的爱心，您看看 ，Thank you。傅伟想吃吗？再吃一口。啊，社长也啊。傅伟的雪花，草莓酱涂在布朗尼上，插座的歌也换圣诞装了。等一下，草莓布朗尼，在这里。噔噔，插座变成，它的名字叫做宝面张雨林。什么啊？谢谢草莓酱的雪宝宝，是怎么被吊上了？谢谢伟林的，那怎么突然跳掉了？一万个爱心，哟，好多！谢谢温野的雪宝宝，昨天去看，昨天去说，哇，好酷哦！谢谢那酱的姻缘票。哈哈，钢筋在擦，不会不会。耶！Yeah. 谢谢那奖的姻缘票。嗯？耶嘿，耶嘿。那奖的 star， 谢谢基隆人品涵推的雪宝宝，谢谢陈伯汉的雪人宝宝，谢谢小华哥的雪人宝宝。模仿一下草莓，再模仿布朗尼。草莓是啊哦，看我的头，草莓，然后这是草。好难呐、哦！哇，谢谢伟林的两万个爱心，哇，棒棒！谢谢傅伟的雪宝宝，谢谢米酒的雪宝宝，谢谢 N 啊酱酱吗？谢谢你的雪宝宝 ，Thank you， 耶、yeah, ，草莓，布朗尼要怎么用啊？布朗尼好难哦，黑良心，不会哦，昨天玩得很开心，交到了好多新朋友呢。西兰晚安，耶、yeah ，草莓变兔子，我想想布朗尼要怎么弄。布朗尼好难哦，看这圈呢、哦，也像吗？好，好好笑，好白痴我，放娃娃。我觉得有香的，哑巴，潜水看雨林就好，这是河豚，哎，河豚，一拳打爆你，哎，太可爱了，太
太好笑了，谢谢阿华的圣诞袜。OK 的 ，OK， 耶，一定直播都有食物会出现哦，真的哎，发现吃破雨林，月雪佳明。黑流星昨天不会累哦，玩得很开心。继续卖萌的哈星星。呀呀！布朗尼不是自己做的。哇！谢谢米酒的爱心，谢谢西兰的爱心，耶！我不会唱英文版的，哈哈啊，那我们等250人再来跟大家讲今天的题目，今天的主题，耶耶，大连雨林，嗯，啊，耶。大家有看到圣诞老人吗？今天想看雨林做黑暗料理，嗯，黑暗料理，嗯，好，我试试，嗯，后天有想法吗？嘘，秘密。不要告诉你们，正月会想睡吗？好，轻快点，轻快点。嗯，寻路倒是很多，哈哈哈，什么？今天没来也没礼物，哦，我也没有礼物，伤心。谢谢鹿爷的雪宝宝。昨天是穿钥匙全开，超可爱的，耶！谢谢无限大。可是可羡哟，嘿，谢谢神态与林神态的雪宝宝。雨林不是我们的圣诞啊，你别理我啊！今天完成大家一个圣诞节的愿望，好吗？嗯，我不会唱这版的。谢谢傅伟的新爸爸。叮当，嗯，我不会唱，快。啊！看圣诞老人爬烟囱，啊！我们家没有烟囱给他爬，可是我是坏孩子。哎，九段是坏孩子吗？九段不是啦。哦，谢谢伟林的50000个爱心，哇！想跟雨林圣诞老人交流，在花莲过圣诞开心吗？很开心，而且那个花莲市啊，那个很热闹的那一条街已经放好灯笼了。嗯，明明今天就是圣诞节，为什么我在讲灯笼呢？奇怪，因为刚刚看到它超多的，每年都会有，哇，开心，有种要过节的感觉，热闹。想看雨林装的圣诞袜，草莓酱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专业爱心王伟林，伟林变爱心王了。这么早就开始？哎，元宵节是过年吧？嗯，圣诞老刚刚不是找不到你家吗？嘘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嘘，
两天没送爱心，手痒了。原来是元宵节，哎，所以没送礼物给他，找不到我家，而且我家没有洋葱。哎，洋葱，我在讲什么？是烟囱啊。我在讲什么？雪橇犬 BB， 雪橇犬 BB 去睡觉了。烟囱，是烟囱，烟囱。还没跟雨林要到红包就要挂到了我。谢谢西兰的爱心，什么、啊？嗨，我是洋葱啊，撑一撑的拨开我的心。怎么觉得我有点好笑？嗯，你的声音好像，我的天哪！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袜子。你今天乖乖，一直口误，对，我今天一直口误，怎么办？看到你们太开心了。台东没有洋葱吗？欸，啊，卧室，人家在花莲，只是我家没有烟囱。嗯。嗨，我都觉得我一直讲错。圣诞老人表示他哭哭了，他一爬进来他就流眼泪了，看到我太感动。准备这么大的袜子，但我的头装进去吗？有点卡。嗨，高高，我家有红葱吗？欸。好大的袜子，装不进去。袜子，袜子，耶！好像，所以好像是装礼物，不是装脚的耶。谢谢，空空的雪宝宝。完蛋，我一直觉得我在念错你们的名字，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念错的，对不起。谢谢伟林的七万的爱心，哇、哦！爱心王，爱心王伟林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是只有洋葱装的天？哎，歪歪腰，自己一个人过圣诞节啊！佳明，嗯，看到你们我也很开心哦。上次有滑手歌。昨天有走失吗？没有没有，昨天没有走失了。耶，伟林是爱心王，爱心王，谢谢鹿爷的爱心。妈妈看到袜子会翻他们，因为袜子太大了。哎呀，换边，快转转转。哎，什么的？呀，本来。嗯，我找不到音乐。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。怎么办呢？嗯？好。耶。小华哥。一样，圣诞节晚上看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天佑哥哥，雪橇犬 BB 醒了，他又去睡了。BB 想要圣诞袜，哎、欸，谢谢圣长什么？谢谢社长的圣诞帽。我今天的口误，口误零。等等我哟，哇哇，把 BB 装到圣诞袜里好了，他会先把它咬烂。哦，谢谢伟林的八万个爱心，
新网了。谢谢超哥的微信 battle， 呜呼，耶，快300了咯，哎，真的耶，好，我要来讲今天的主题，今天的主题是，今天的主题，我有点忘记了，等我一下。君的姻缘票，哦，鬼灵，你的爱心数一直在增加，哎，开心，谢谢超哥跟柔君的姻缘票，我刚差点破音，应该没有人听到吧？今天的主题是，未来。想要走什么样子的路线，就是比如说可爱风、性感风，然后成熟风，还有什么风呢？谢谢鹿爷的雪花，滴滴答。这版的音怪怪的，奇怪呢，这个吧。龙卷风，哎，走失儿童，人见人爱风哦。这之前讲了，对，然后这次是要未来想要，天佑哥哥，为什么是中风啊？谢谢神推雨林神推的雪花。幼儿风，哎，落山风，什么啊？可爱的风格，哇，可爱的风，好像可爱的风格最适合我。发生什么事？我听到了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？什么啊？奇怪，我找不到了，伤心。走失可爱风。哦，不是啊，看到多一个字，走可爱风。花东马上有焚风，哎，草莓风可以借我用，好哦。谢谢伟林的100000个爱心，伟林爱心王。永远八岁风，可爱暖心风，成熟体贴大人风，哦，听起来不错哎，酷！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很 sexy 怎么办？你们会吓到吗？谢谢渡边麻友神推的雪宝宝，蜜蜂。哎，雪人胖胖的，那是雪人胖胖的，耶！等我，sexy 是什么？就是性感风，无法想象，哎。什么，一直都是可爱风，哈哈，真的无法想象我 sexy 的样子吗？不好，好吧，那，好吧。
帅气风呢？帅气的雨林，嗯，可以吗？帅气的雨林可以想象吗？看看，我在干嘛？感觉光是想，我是，手帅一下，壁咚。我发现我不会耶。可爱风最适合可以用很久，耶、yeah, ！可爱雨林，嗯，自己讲嘞，湿气风，我看到什么？这是不是我念错？手滑哥，手滑哥，你手滑了吗？哇！伟林的110,000个爱心，帅气有点微妙。谢谢朱里恩的雪宝宝，谢谢云溪的圣诞帽，耶！只能说可塑性很大。啊，果果推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谢谢柔君的雪宝宝，耶！谢谢果果推的圣诞帽跟圣诞袜，耶！谢谢云溪的 star， 啊，哦，是雪伦，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？奇怪。谢谢果果推的偶数雪伦。谢谢阿华的 Wishing Battle， 谢谢柔君的圣诞帽，谢谢小野庄的雪人宝宝，雪人宝宝，雪人胖胖，别念，云心大姐头，啊，云心大姐头，今天的主题是跟风吗？永远充满元气，谢谢。香洲什么风格？香洲什么风格？我还在思考中，所以想要听听你的意见。谢谢草莓酱的雪花，童山雷晚安。嗯，为什么是大姐头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是姐姐。谢谢边缘天龙人的雪花，搞笑艺人。那我做那个好了，可以随时变来变去，可以可爱风，也可以帅气风，也可以性感风，也可以搞笑的，好吗？谢谢果果推的圣诞帽，爱心王，你真的很多个爱心耶。你太厉害了，全方位答对，这是全方位的，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 One house on the sleigh。 嗯，大家晚安，搞笑点，不要重复吗？嗯，每年换一风格，比如说今年是可爱雨林，明年就是帅气雨林，这样子吗？布朗尼风，草莓酱，草莓酱。综艺很难吗？我昨天在直播上那个表情超丑的。我们昨天在比丑中，笑到分手。谢谢杨杰的笑到分手，谢谢超哥的 star。 萝莉风格吗？搞笑艺人找有人选，哦，应该就是双子姐吧。那我都可以看到了。然
纸人萝莉控，耶！王，太忙了。嗯，对，卡丘，有人适合宠物风，这样吗？杨姐手滑了，啊！爱心娃，雨林可爱萝莉控，好啊，好啊。这样子看好像真的是都是可爱风，对不对？团宠路线不错，杨杰悲剧，滑都滑，滑，滑什么都爱，啊、变装萝莉我才会很喜欢的，耶！要不能飘了，杨杰，要不能飘了，快去处置。有点可爱可爱的就好，好啊好啊，杨姐也变手滑哥了，有手滑哥的地方都会手滑。诶、欸，纸人呢用纸人表去骂你，哈哈哈，这周主题不错，才算全方位哦，能吸收饭的方子好，哇。小花花船，哈我的锅，什么？参赛者可以好笑点。对呀、啊，可爱风可以配合我，真的吗？耶、yeah ！可爱风雨林，卡卡风，你说这没？好好规划啊！向右圈就是一个可爱风的，不对，他是帅气可爱，可爱帅气风，嗯对，嗯，可爱小甜心耶，鱼溪啊，大家是追风的孩子，哎，卡卡琳，卡卡琳。谢谢你的心的爱心，天生外表就有哦，真的吗？可以撑好长一段时间吗？我也希望右旋跳舞直接帅气风，真的，他真的很帅耶，而且他的动作都很到位。本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会好好学习的，耶！谢谢依婷的雪宝宝。那，耶！TP 没有一个48分，真的吗？有右圈跳舞的影片能看吗？之后就可以看到了。等着看影片画就好，好不好啊？我会努力的。不行。FB 好像有。嗨，建轩。小 C 姐姐，嗨，嗯，谢谢神推雨林神推的5000个爱心，女大十八变，哦，好啊好啊，我努力我努力，爱心王，谢谢你的爱心，真的很多哎、欸，
贝雪小小也真可爱，真的。而且他真的很厉害的是，因为那个他的日文跟中文都很好，所以昨天我们那个就是在比如说讲日文啊什么有不会的日文的，又学这个日文怎么讲，超好笑的。等一下，连接密一下，不要聊就选好。谢谢云溪的圣诞袜 ，PP 的饭，佳明，小 C， 我也请他帮忙翻译。谢谢依婷的 TP 佛铁应援票。哎，你感冒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感冒。小西嗨嗨，日文都是看是什么？哦，真的吗？那同山磊，你的日文很好吗？谢谢卡丘的雪人宝宝，声音沙哑，对啊，好。简轩，不会不会不会辛苦哦，我们玩得很开心。谢谢阿华的雪宝宝，真的，声音沙沙的。谢谢简轩的 star， 嗨一婷。还好看日本的哦。超期待 MV， 我也很期待，真的很开心。对啊，哦，是到晚上比较冷，然后我们前面那个舞蹈组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太阳呢，太阳呢，然后太阳就这样出来了，我们很开心。感冒用试试，小溪姐姐，今天话讲太多了吼。诶，昨天好像拍到很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耶，收的时候我没有注意看时间。嘿嘿，可惜没办法，都是同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下次就有机会见面啦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哎呀呀，直播的。哦，好期待成品出来。8:30结束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建轩哥哥都比我们清楚，哈哈哈哈。雨林昨天看电视画面吗？啊，一婷，我很期待。昨天辛苦了，不会。我是不会哟，我们玩的真的好开心呢、啊。辛苦了啊，不会不会。好想到现场。期待我们拍出来的。好啊好啊，要大家一起帮忙宣传宣传。谢谢傅伟的雪花。哎呦，我一直卡卡，你真是的。期待成品，我也期待。耶！有经过，但是地下。昨天的照片，我去。OK OK， 小心我待会儿收。耶！呀！
发糕。哦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想看照片？哎、欸。对了，手滑哥，听说你是开捷运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哇、哦，好酷哦！太酷了！让灰色大爷跟你打招呼，哈哈哈。所以我刚刚想了一下，为什么是经过地下，所以就哇、哦，太酷了！隐约听到一下歌，耶、欸！开捷运好猛，对啊，超酷的！谢谢爱心王的爱心。比爱心。班车人要变多了，真的，开捷运超酷的，好啊好啊，带我带我，捷运票与车程，大家就团一起去搭红线。小华哥当司机，耶！在捷运上开握手会。小 C， 可以按呼叫，下次要呼叫手滑哥就，叮，手滑哥的，手滑哥摄像的歌可以改成，哎、欸，好酷啊、哦！下次那个 MV 就播在那个手滑哥的节目上。汽车驾照后，好哇、哦、好哇、哦，嘉明，整车都是 TP 的，太帅了，继续吃，机场用车厢广播，好酷啊！芒果的车厢，太酷了！啊，我一定要坐。我们今天来唱歌好了，请音乐买广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自己偷，偷偷用捷运宣传，太棒了！谢谢 TP48 神推120号的雪宝宝，我一定要开一下那列车哦。我一定要坐一下那列车，改天去花园吃我做布丁，好哇、哦、好哇、哦，我也想听，哎、欸，年代隔阂要了，
在捷用捷运载大家环岛，哎，怎么那么酷啊？来点歌吧，各位。我查查，捷运不行吧？对啊，捷运好像没有环岛哎，出轨的捷运，哎，好可怕呀！嗯，应该是。爱情列车，哎、欸，西大调，嗯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啊，我觉得我那个有些歌我不会唱，所以你们点的我就把它放着，然后如果会唱的话，我就跟着唱，好 low 啊！好啊，Sorry， 哇，林杰飘了，圣诞节快乐！雨林也要练歌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放卡车上换的，建轩。跟着林杰飘一下，林杰圣诞快乐，耶！圣诞快乐，最高加油！有人可以吗？有人，我有听过。哦，好多人飘啊！晚安安，诺比达，诺比达，圣诞快乐。耶、yeah, ，Lucky， 圣诞快乐！哦，阿华飘了，耶、yeah! ！哦，那我要谢谢林杰吗？哦，圣诞快乐！哇，耶、yeah, ，今天好多人飘，第一次，咦，开心！广湖圣诞快乐！为林杰而飘，哎、欸，耶！圣诞快乐哟！圣诞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哇，好多、哦！我期待哪部面？哇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都很期待吧，应该。快去照顾我一起飘，郭西飘起来，耶！圣诞快乐，呜呼，呜！今天好多人飘，开心。哎、欸，圣诞快乐 ，OK OK， 团圆吧。谢谢爱心王的爱心，大家一起飘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一次可以飘几层？应该是两层吧。林杰如果开台，我去飘。跳手拉手公演，哦，我都很期待，很开心，以后都会就会有
公演了，但得要变成一起身才行啊！耶，沈推林沈推圣诞快乐！哎呀，圣诞快乐！呜呼，宏伟回来了，飞机飘不了了，球蛋飘不了了。昨天变真的吗？哦，这礼拜课调好什么？嘘，秘密，敬请期待，期待林杰开的，耶！画小兵，哎，小兵不是香蕉吗？谢谢天佑哥哥的雪宝宝。我觉得这支 MV 的那个衣服也好可爱哦。不对，应该是说每一支 MV 的衣服都很好看，好期待哦！诗雅开了吗？诗雅姐姐开了，耶！啊，雅柳前辈，嗯嗯，有人跳班的走，耶！阿黄，耶！哈，哇那，嗯，哈那，哎，再高爬一点，嗯，哈那奖哦，好，我一定要记得那两个字念奖。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起司口味的棒棒。遮住！好味的，好味的哟！好，我会念的，开心。耶，手滑哥。开心棒棒，吃完晚餐吃零食吗？没有，我还没吃晚餐，我是先吃零食再吃晚餐。看完雨林真的要饿了。阿华不可以走啊！二期选秀生，哦，谢谢宏伟的雪宝宝啊！今天晚上可以吃吗？应该可以吧。谢谢熊泉草上的雪宝宝。他跳过我的耶！大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人家没有看到吗？夏慧仙，不是夏慧仙，我看到了。大剑，他吃薯条，不是薯条。二期选秀真的吗？哦，啊，大剑不可以跑呢！啊，人家不是故意的。
伤心。大姐，又不是故意的呢。大姐啊。刚回来这个开播，都有看，都有看出游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哎呀，耶，大家不走了，不要错人HKT 之前的话，哦，原来如此，要不要大家对了，我们现在好像在点歌吼，大家要点歌吗？要点什么呢？点的歌有人都不会哦，说不定我会哦，连标名字都熟。果然是手滑哥啊！快给，之前有学过，但有点久远。我找找，对啊，阿华不要难过。AKB 男团，今晚好吗？好久没，对啊，那首歌。就是它的旋律很快，我觉得。还以为林姐出来，林姐姐姐不可以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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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知道一定不是鬼，耶！大剑。啦啦。耶，谢谢拿奖的歌手们。今天圣诞节AKB 的三首歌曲，哦，哪三首呢？一个是《Take Me》，一个是《New Day》，一个是《Forget All About Me》，一个是《My Mind》，一个是《Deep In》，一个是《Just One》。I don't even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I don't even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.三首 AKB 的圣诞歌曲，哦，我好像有听过，我记得，但是我刚刚找不到哎。不要的。
包养阿杰，可以期待的吗？可以吗？大家都是试雅台的，哼，哼，金太郎版本。生气气，生气气，哼！啊！我息怒。三雷我不会 ，SKE48 的什么？耶、yeah, ，大家都乖乖的，还在，咦，开心。雨林的帽子看着好像脆皮酥，脆皮酥吗？脆皮酥。偏三对吗？耶、yeah! ！嗯，艾斯跑了，哼！我的资讯拼竟然跑了，哼！当初应该当初是因为那个，嗯。他还有玛利亚桑，还有，记得有三个，然后就一起来台湾拍那个拍广告，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因为那个广告，然后注意到 AKB 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他是计算式，哼，哼。Sorry， 哇，要听完一首歌嘞，点歌吧。菊地哦，应该是，就是那个，好像是被，我记得他们有吃臭豆腐，然后还有芒果冰，然后片山前辈他很喜欢臭豆腐，哈哈 ，bingo， 哈哈，对不起，小七还没有看书，对，然后我记得有送那个资料夹还是什么，啊，谢谢辣酱，耶。臭豆腐好吃，超好吃的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炸的臭豆腐，我觉得炸的臭豆腐比较好吃，虽然都臭臭的。真的吗？但我没有收集到那个资料夹，不搞。谢谢娜奖的爱心，那时候才入坑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外国人好像通常都不会很喜欢那个。
喜悦的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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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曲奖哦，那是才高音。嗨！欢迎入镜，啊，开心，快乐鸡，金曲奖。哦，对，那时候是那个也有 Hello Kitty 一起的，对对对。对啊，那个几点好像很准，那是我很小的时候。嗯，很小吗？我想要学这首歌，我一定要把它学好。第二次总选成入坑，哇、哦！知道 HKT 啊。迷路记，后悔高一时没说，惠宇林跳拆解吧，什么什么 Lucky， 那是 O 吗？好像不是。哦，我的日文呢，真是糟糕。HKT 最棒了，耶！我去跨年晚会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去，快学起来掉，好，好啊，好啊。哇噜，哇噜，嗯，哎呦喂啊！哇噜奇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好，那是哇，我要记住。耶，握手，快学弱，好好，我努力当中。去花莲跨年。有可能哦。TP 谁会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又还回去？对啊，我又还回去了。去花莲。哎呀，好啊。快学好。嗯。我努力中。快学起来跳。好啊，好啊。大见。杨柳前辈，他不在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坏。现在又在吃什么？还是一样，起司棒棒。这话也没的，可惜，嗯。有时间去找你聊天，好啊好啊，有劲哦，真的吗？想看，想看他的收入。每天要是，真的快要八点了，那我来唱一首中文歌好了。感觉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，
要不要吃？要吃不叫晚餐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有可能。选一首，我们来唱一首中文歌好了，好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我刚那个是，流星啊！我们来点一首中文歌，想要什么呢？想要听什么呢？最近流行的应该可以吧。谢谢 Lucky 的雪宝宝。长久灵啊，等一下，华座塔哦，台语的，我台语不好，大家。要唱现在吗？中文不熟吗？我看看，小幸运吗？好哦，来喽。我用七年没听中文歌，哦，哇，四八四六课后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！已经不认识台湾了啊！真的吗？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回讯息了，等一下哦。入口好了，在车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大剑，太厉害了！真的新人只会问他是谁，
小幸运觉得很难唱，他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好像点错歌。喜欢安室奈美惠的歌，哦，唱歌也很可爱。谢谢手滑哥，谢谢神特林神特的歌神麦，谢谢阿华的歌神麦，叭叭叭叭叭，耶！谢谢阿华的歌神麦。雨林花露季学起来一定吊死啊！唱歌好疗愈吗？真的吗？太高音了。嗯，我觉得田馥甄他的歌，他哦，还有那个张惠妹，他们两个的歌都是那种超高音的哦，我无法接受。的决定，交给我淋的雨。哦，剩三分钟，什么啊？要念排名，我先念排名。哇，第一名那酱，第二名杨杰，第三名阿华，第四名 Jack， 第五名果果推，第六名柔君，第七名神推雨林神推，第八名超哥，第九名建轩，第十名手滑哥，第十一名傅伟，第十二名云溪，第十三名宏伟。第十四名 ice， 第十五名社长，第十六名陆爷，第十七名九蛋，第十八名基隆人品韩推，第十九名李啊，等一下，呜、啊、呜呼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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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乱掉了，等等我，啊，剩两分钟，好叮当。啊，等我。哦吼！啊，晚安喽！啊，晚安晚安，大家下次见。好紧张哦。跟尴尬。啊，我刚刚念到第十九名，十九名，一婷。二十名草莓酱，耶、yeah! ！圣诞快乐！来不及，对啊，今天也太快了吧，来不及了，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晚安晚安，晚安晚安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哟，晚安晚安，圣诞快乐啊，寿玲姐姐，圣诞快乐，大家晚安，晚安晚安。现在播这首歌好怪啊！晚安，一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谢谢神推林神推的应援票，谢谢神推林神推的雪花，圣诞快乐，樱桃猫，记得看，好哦好哦，拜拜，晚安，下次再唱歌吧，有机会我再加播。